首先来邀请咱台湾北社现任的社长陈昭之社长，伊是我看到上勇敢的台湾女性，带领北社挑战国民党，用掌声来欢迎咱陈社长。陈昭之，陈昭之，陈昭之，昭之，昭之，昭之。两位热情的主持人，各位好朋友，大家好。确实，确实，2008年3月775万人的台湾人，无做出错误的决定，咱若变总统，今仔日无这个命运。确实，2008年12月。马英九先生无将周占春法官搞换掉，今仔日阿扁阿总统的案件早就结束啊。可是民进党的朋友，若会当表现搁较有情有义，咱阿扁阿总统反说今仔日是自由的。对啦，对啦，对。阿扁阿总统执政八冬。予咱人生上悬上悬的价值，自由、尊严、佮安全感。但是，伊佮伊的家属，为着这件代志，确实付出人生上大上大的代价。不过，即马至少有两个法官证明阿扁总统是无罪。对，阿扁无罪。一个是黄成辉法官，一个是周占春法官。有个人讲，正义较慢到，较慢来。但是周志认为，这不是早来慢来的问题，这是什么人有迄个勇气，敢去坚持正义？咱在场的人，我相信，咱拢敢高傲的、骄傲的讲，咱。都是有这个勇气来坚持正义，咱拢足早之前就徛在正确的一方。大家的好朋友金宏伟老师，伊即摆是腰椎癌，在阮病院做化学治疗甲电疗。我甲讲金老师，你辛苦了。伊甲我讲，我的病苦，我的病苦，比不上阿扁总统的苦难。我无比阿扁阿总统较辛苦，伊讲阿扁阿总统的苦难，无别人会当承担，只有阿扁总统承担得起。伊佫甲我讲，伊今日佫甲我讲，顶礼拜拜五，伊无法度咧现场亲自听到法官讲阿扁阿总统无罪，伊感觉足可惜的。他拄啊，卢世祥老师给我一个电话，伊讲伊甲金老师问候。伊明仔是金老师的生日，伊问讲金老师，你做几什么款？伊讲我真情即摆加足好诶，因为阿扁总统无罪啦。现主席，咱要给阿扁总统上好的礼物，就是一边一国的大胜利。对，无任何一件代志比这件代志搁较重要。对，但是胜利。无法度家己出现，爱靠咱去制造。所以咱大家爱互相加油，互相拍拼，大家嘛爱保重，大家来争取一边一个人的胜利。好，咱大家祝福大家。多谢咱陈昭之社长，咱邀请咱永远的秘书长，伫海外为台湾出声，伫台湾为台湾人出声。两届台南县长做了全国第一名，咱邀请一边一个连帅，祝你总团长陈昭之，多谢。咱甲陈昭之加油一下无？这里有正义感的时段，我话陈昭之大家要加油无？陈昭之。陈德生，台湾，台湾中国，台湾，台湾中国，台湾。
两位主持人，在场各位咱的台北市咱的市议员候选人，啊，在座各位亲朋好友，各位咱的国家主人，大家平安，大家好。啊，首先我想咱大家应该先来感谢咱北社甲其他单位共同来办这个一边一国这种的，只有这晚会。来将咱的理念来普遍到，互大家当接受。我想这个一边一国，这个理念真重要。今仔日咱台湾，我想有真侪人伫只讲话，可能有提起啊，会发生真侪奇奇怪怪的问题，就是因为咱无迄个国家的观念。今仔日咱若知影讲咱是一个国家，咱有人咧甲咱纳税，咱这个利益，咱要保护咱国家的国民。咱绝对不可能摕咱的钱去饲外国人。咱的学生遐尼侪人无钱通食饭、通食午餐，遐侪人无得通家己有钱去读册。啊，咱搁要去栽培13亿的人口，其中的一挂人，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啊，这就是因为无一边一国的观念，唔知影讲咱是一个国家，想讲咱是甲伊共款的。所以，这个一边一国的理念非常的重要，就是伫这个所在。咱若知影今日怎个，咱就是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哪有迄个义务，通啊去家己国家的人去饲袂饱，我去拼去饲外口的人。咱家己的人去平死亡，咱就袂当要求啥物国家赔偿。外口人来咱遮，搁变作啊有国家赔偿，听起来哪有种道理？就无道理嘛，对不？啊，所以这就是一边一国的重要性，就是啊，拼总统咧提倡讲，咱爱绝对得知影讲，咱今日是我是啥物人，我是倒一个国家的主人。咱大家就是台湾国的主人，这你也爱一定爱确立，这若无确立，咱讲选举的时阵，有当时啊，莫讲去分啥物党，咱要去投票，咱就是要讲予咱的百姓听的话。咱讲今日政府这种无应当做，将咱纳税人的钱乌白甲咱开的，咱应当这种的无效率的政府应该提调。这全世界各地民主国家拢是共款嘛。2008年，美国这个黑人的总统奥巴马当选了后，当时嘛是大家对一个寄一个愿望。但是这两冬了后，伊经济迄个种失业率是袂当阁减少，经济这个复苏袂当遐尼紧。美国人感觉失望，所以即摆这其中伫这个十一月初二选举中间是伊的这个众议院规个拢崩盘嘛，啊，这是民主中间的时应该给咱的机会，就是讲爱知影投这张票嘛。啊，所以咱即摆今仔日伫遮要选市议员，啊，要选这个市长，五都选举拢是同款嘛。过去因翻盘的翻好，咱就爱照咱的一般的常理、民主的理念，这条票爱要投。我想这是上重要，就是要互人知影讲，我今仔就是要确立一个真正确的理念，一边一国，咱就是属于咱家己的，咱无迄个理由去将咱纳税的钱去饲外国人嘛，对不？对。对嘛，啊，今日有真多奇奇怪怪的代志，嘛是同款啊。就是因为咱无一边一国的观念，咱的司法煞咧听迄边，乌金涛甲你讲后边啊，着搁伫遐关伫遐关，哎，着着听伊搁伫关伫关啊，迄拢听别人话嘛，所以无着一边一国的观念啦。所以我想，咱这是一边一国的议员，伊站出来来赞同这后边的理念，咱着全力来个支持，予伊每一位一边一国赞同的每一位伫台北市的议员，都爱予当选，拜托大家。好。啊，我顺便各位。接受大家各位拜托，咱这个为着要给阿扁啊，这个一边一国的精神，会当永远在咱台湾人的心肝中，会当去认同，会当继续来给咱的后代。知影讲我生活在这个先民先祖，把咱带来这个国家，咱带来这个所在，这是咱的国土，这是咱的乡土，咱的血脉所在。所以这个阿扁的办公室一定要有能力通甲维持。但是这个政府吼，对待家己的人。对待一个做过百当民选的总统的时阵，落台了无偌久，就甲关到今仔日为止，意思金盖完全无做，伊阁想尽各种办法，要叫用这个政治压力，要来判别世间哪有这样的政府，这政党哪有做这种代志，这是予人愈想愈袂当了解。啊，这又还是因为这边一国的理念，无法度通予大家当拢接受，迄个理念真模糊，所以我想这又还是其中的理由之一。所以我伫遮个时阵吼，今仔日做阿扁个办公室有摆一个小型个一条做啊一个摊，一个我比讲啦，迄个一个摊伫即个所在。啊，各位若准无气闲，甲阮支持一下，遐有一寡阿扁个出版个册哦。啊，即摆我想为着要支持一百乡会，
让阿扁会当关心出来，让咱一边一个理念会当来加强，会当让台湾对台湾头甲台湾尾拢总会当继续来拖咧。咱台湾未来咱少年到五万国，咱即卖咱台湾接受在补助完，咱的教育无法度当教育，咱的囡仔时阵含囡仔都无钱通去读册。咱无资源的国家靠是靠他们，是靠咱的头脑尔尔尔。咱若无资源，咱若无气，也无买空，也无啥物拢无。咱若无教囡仔，让伊有头脑来跟世界比，咱无半项呢。因为是咱自由人权，咱家族囡仔有头脑，日本甲咱同款，日本嘛无资源，日本唯一会当世界上日本有资源，就是因的头壳，因为有头壳，因的教育成功，所以会当发明制造一个别人。无得当发明的物件，伊才会当徛家呢，才会当徛起呢，才会当变作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呢。无日本也无甲台湾同款，遐尼小的所在，啊，所以今日含台湾人真侪人无钱通工作，这是真忧虑的代志。未来台湾要变作安怎？所以咱来赶紧利用这选举机会，选举机会咱会当来赶紧来创造一个新的这气氛，让咱每一位这议员会当来当选，来监督这个政府，同时五都总要赢起来。啊！你用我，我就这个机会来，各位拜托一下，我伫台南特别，讲起来伫这所在，甲咱各位一边一国参选的人，来甲因鼓励加油吼，来加油好无？好。阿弟来办公室，即个有关物件，各位帮支持一下吼，我一拍乡会，当继续去支持落。感谢各位，祝福大家，祝福一边一国的下选人来当选，拜托，多谢，多谢，咱陈崇山陈秘书长。